龙婆婆启示啊。第一首叫进步调整，狮子滚球，缠手叶状，卧虎跳涧，肘底进锤，反背劈锤，双边压肘，进步截肘。进步调整，狮子滚球，缠手叶状，卧虎跳涧，肘底进锤，反臂劈锤，双边压肘，进步截肘。这是老曾托钵，这一式是一个穿掌，也就是八卦掌的，以穿为主，是穿掌。钵就是僧人吃饭用的碗啊，意思上托着碗啊，把您穿，要求穿是直掌贴肘形，后肩改作前肩形，莫要距离莫由意，脚步当心是准正。这是一个，本身是一手，左手压，右掌穿，脚、手、鼻要列成一条线，这叫脚与手鼻列成直阵，出掌腰迅速。第一个进步调整，进步调整，进步调掌是调打劈，左掌调，右掌劈，这是个漏掌。对方的手挡你的手的时候，顺势顺利调打劈下。八卦掌属于阴阳，所以说一阴一阳，一阴一阳，这是进步调整，调打劈。第二个叫狮子滚球，狮子滚球是先动左步，左步向前上方跨步，这叫跨步闪正中，同时右掌从这左掌下穿出，扬开，拿对方当个球。同时的功力是有胯、膝、脚，是手脚并用在一起的运动，这叫上下相随啊，手一动脚就随，后掌要穿出去，把对方当个球啊，叫肩、肘、腕、胯、膝、脚，这是一致啊。他的步伐啊，每一个64手一招一式都要做计机步啊，也就是前脚先开，后脚蹬力，让后脚蹬力啊。第三个缠手叶状，五指并拢，握拳向里缠绕，每一个动作都要
用后脚蹬力推着前脚走啊，这样的动让立足跟起啊，卧虎条件，蹬脚卧虎条件，缠手就撞，卧虎条件，肘底进锤，肘底锤，小臂要立上桩，立起，身体要拥，手到伸拥，缠手就撞，卧虎条件，肘底进锤，反面劈锤，肘底进锤，反面劈锤，是上边这个拳的手下压里边的拳，从里向外反臂的啊，这个反臂锤，这叫反臂劈锤，就是双臂压肘，反臂劈锤，有一个下压和滚的动作，右手握对方的腕子啊，反臂劈锤，当他上手赢的时候，抓压滚，滚压进步接种，胯部裸，胯部裸对方手，把腰要旋转过来，肘对着自己的脚尖，这样使对方才能倒地啊。这第一节介绍这儿，64首第一节，老僧托钵起誓，进步调整，狮子滚球，缠手掖撞，卧虎条件，肘底进锤，反臂劈锤，双臂压肘，进步截肘，恢复老僧托钵，进步调整，狮子滚球，缠手掖撞，卧虎条件，肘底进锤，反臂劈锤，双臂压肘，进步截肘，收势。八卦掌64首是八卦掌门派中唯一的一套是直唱的练法，这趟拳不但可以直唱练，也可以转圈练，这叫圈拳64手，而且每一招每一式可以组合起练，也可以单练啊，反复的单练。我做一遍，比如老宗托钵，左右练，也可以圈练，圈拳的练啊，比如进步调整，演示一下它的用法。64首是八卦掌中
是技击和攻防意识比较强的一项套路。下面把每招每式它的用法和它的拳的走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比如说起式的老宗托钵起式本身就是一个用法，对方手冲我的牙齿跟对方的眼鼻直穿，这穿的时候拇指各分虚惯力，虎口圆心，虎口啊圆开，掌心要空，力虚到时，对方的手来的时候他是直来斜上往压，进步调掌也是，对方手在伸出动我击击的时候，我唐或是我进攻他唐，他接手，对方的手是有力向外往外拨，我是顺势顺力调打劈，就这样。对方身材比较高，我可以打得凶，对方如果矮可以打面，这叫进步调掌调打劈，绊住敌人啊敌手往前推啊，这是脚同时要上进步绊住对方，他的手往外顶力的时候我借力使力，你看拨开漏掌，进步调掌。狮子滚球是对方直来的时候我要跨步闪正中啊，对方进，你看对方手即将到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暴露自己的去向啊，他已经全到了，同时右掌穿插去，这个插掌是为了护住对方终结，把对方当个球似的由胯掌和腿的根结的实力发出，好，咱慢慢走一下啊，一二三，同时上步与胯把对方打中，这叫跨步把握掌转圈，他的转圈动作非常多，所以这就体现了把握掌的闪穿和圈步啊，全部就是跨步闪正中。步伐要是走的时候一定要是避开对方的锋芒，跨步拦截对方的终结，穿掌压住对方的终结，用手到身用。再做一遍，慢一点啊，走进，这是狮子滚球。对方如果攥住我的腕部，这会儿可以使缠手掖状，你看他攥的时候攥我的腕部，我同时呢向里向外向下，这个动作是一气呵成，再做一遍，这个打的时候啊要按对方的小腹和当下打啊，这
就跟一纸张锤似的，要快速啊，手到身体到，这是缠手接撞。对方在不让我往下打，他推的时候借力要下，要使这个右虎交肩。比如说对方他往外推，左手领，你这么夺，对方他力大你夺不动，往下出，同时左掌下按啊，所以左手外领，右拳奔对方的门面，他的手必然要拦你，是吧？所以把左手腾出上挑，周底紧锤，再做一遍。这个肘底锤要从下向上调打，同时有一个螺旋力，这体现了八卦掌的一个是拧果钻翻啊，拧起来，同时打时候手到身拥，后脚蹬力，所以叫力随根起，传导烧尖，这根中烧很重要，臂发力是根节发力，肘发力中节发力，手腕发力是烧节发力。人体上整体上脚是根节，贯一腰打一烧，也是这是每招每式它的力点，在发力的时候要力随根起，传导烧尖，要贯于腰打一烧，要整力。所以练64手，每招每式都要是对面无人自有人。我练的时候没有人，我假设前方有一个人搭我的手，前方大劈，我迅速，这叫肘底进展。再做一遍，肘底进展，这个上挑动作要欺身，防止他的肘进来，欺身打。肘底紧锤，他这手下压的时候压我这手嘛，顺势你看肘底锤，他这力量压，你看那反臂劈锤，这就是三阶的变化啊。肘底锤他下压的时候顺势，完了这就是刚才我练的这个接种啊，再做一遍。肘底锤反臂劈锤双压肘啊，在压肘的时候要把对方的手旋转拧一下，上边压肘的手要往下滚滚压，对方手推的时候不让他走，有一个缠腕动作，刀肘底锤反背劈锤，反背劈锤的时候他要弹我的手，近势顺势拧对方的手，这手腾开下压滚着下压，他推的手什么
还不让他走，推的时候跨步把腾出地方来，有个金丝缠腕的人，这个中爷对着他的中爷下压。为什么要旋转？就是要把对方用我的腰旋转的时候把他带倒。再说一遍，肘底锤，反身劈锤，双臂压肘，跨步，进步接触。第一节介绍完毕，下面介绍第二节。第二节的把手是青龙探爪。